是谁？他在哪里？据可靠消息，日本人想在白象里实施生化计划，代号叫医美行动。上级命令我们，一定想办法拿到日本人的行动计划。啄木鸟已经来到白象里，他会帮助我们完成这次行动。 卖馒头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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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师傅，还忙着呢。哎，有几个急活，赶时间。不记得。 方哥，你流了好多血，在树林里啊，被小鬼子给缠住了。方哥，鬼子占领了白将岭镇，你怎么还敢回来？
我跟您说件事情，方哥回来了，他受了伤，挺严重的。您那里有没有止血的药？ 这么好的玉，为什么就没人买呢？叶森先生，听说叶森先生是做玉器生意的，这你知道啊？ 我们得到线报，对另一代号为啄木鸟的共产党特工进行了围捕，可惜让他给跑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谁都知道叶三先生的路过，所以我想请叶三先生帮我找到他。这玉器我在行，找人这事儿我干不了。他目前很有可能藏匐在百象，如果你能帮我找到他，你将会得到一丰厚的赏金。 如果找不到，你也不理。你是日本人？嘿，大爷，还没给钱呢，没给钱呢，没给钱。我说这位客官。 来了，哎，坐。李嫂，这茶呀，我就喜欢碧螺春，香入口好。李嫂，这好茶得配上一副好玉。您瞧。 我这个怎么样，三儿？你门那么广，能不能帮我搞到一些止血止痛的药啊？李嫂，这都什么年份了，这东西可不好搞。是给谁用的？老方受伤了。 曼丽救了他。老方，方胜康，他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，嫂？哎呦，这可是乾隆年间的宝贝呀！李嫂，我去集市了，孩子还需要再麻烦您。
帮我照看一下。去吧，孩子我来看着。哎，曼丽，曼丽。哎，三儿，我跟你说的事儿还没完呢。曼丽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房间没收拾，不方便让你进屋。曼丽啊，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你看啊，你又没了丈夫，我又未曾娶妻，不如……岳先生，现在说这些不是时候，我还有事。方正刚，会不会就是这么鸟呢？岳三先生。哎呀，姑奶奶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有治疗伤口的药吗？您说什么？我抓药，先生。待上来。求你们放了孩子，他们还小。我们得到情报，说你窝藏了抗日分子。这很简单，交给我们，否则我就掏出他的肠子。求求太君，放了他们，他们还是孩子呀。
到屋里去。求求大姐，求求大姐，求你放过我那两个孩子。枪走火了，去死吧！这舍不得呀，这舍不得呀！
爷，您来的可真早，姑娘们忙了一夜，还在那歇息着呢。我先给您泡杯茶，待会儿给您找一位漂亮姑娘。不好意思，这几天有没有一位养鸽子的先生来过这里？大爷，我这芳香楼一天到晚来这么多客人，我哪里会记得呀？不过，半个月前确实来了一位养鸽子的男人，后来再也没有来过。听说他是县城里一位饭店的厨师，后来被日本人抓了。多谢。曼丽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日本人来客栈了，是来搜捕你的。曼丽，可你不用管我，我没事。妈妈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们，现在我就离开这里。你要去哪里？现在白箱里到处都是日本人。方哥，我一个外乡来的弱女子，无人可以依靠，是方哥你帮我走出了绝境，这种恩情只要在白象里，就是白象里的人，这是我应当做的。后来，你去参加了八路军，为老百姓打日本人，成了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英雄。今天的事情不能怪你。不行，我多待一分钟，你就多一分危险。老方。曼丽，你们跟我来。些年啊，我男人在北平经营铁货，赚了些银两，可是老打仗，他感觉朝不保夕不太平。
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老方，这个门是堵死的，你放心。哎呀，日本人又来了！老方，你先在这里藏着，曼丽，我们俩去。谁不认识你啊？快进来。大当家的，你先坐着，我去给你搞点吃的。日本人打仗，几十中尉都死了，我他妈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了。慢点。快点，我们俩都要误杀谁？日本鬼子扫在羊头里，那叫一个惨啊！这里有没有我藏可疑的犯人？太君，您这可就冤枉我了。这大半夜的，哪有什么可疑人？萨卡斯，太君，真的没有什么人啊。早く来て、秋田翔座が言った。この人は死なずな。
Thank you.
中国，有句俗话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老子从来不喝酒。我先进去，随后接应你，记好时间。 我要都要物，有可迷害了那个了吧？那浪，家媳妇有点事情，请你帮忙。这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能还什么好心？找我，不会有什么好事儿。 今天晚上，我们夜袭战船，已经取得了战船大捷。我们营运的大日本黄金，吓死了800多中国巨人。你不是来向我汇报战功的吗？说吧，想让我干什么？为了庆祝这次战船大捷，昨天我们准备在白仙里镇 举办庆功大会，希望你能给我们献上祖传的大替换军旗，为我们黄金助兴。那我要是拒绝，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滚！
滚！走，走，走，走他！收拾他！走他！你走到哪儿？这就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下场。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老板，还有房间吗？我们总不能一直在这窝着吧？外面到处都是鬼子，你最好还是少出去。不行，我离这个最近。周小姐，周小姐，你平时都爱看什么书啊？让开！哎，周小姐，别跟着我。
你不是也没睡吗？你是学生？是，长平师范的。那你来白象里干什么？这不最近打仗吗？学校也停课，这次出来也算是散散心吧。不过周小姐，我发现这个客栈里头真的有重大秘密。妹妹还没睡啊？这就睡。妈妈妈妈，我睡不着。周小姐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早就说过你们里面有问题，我先确定他是日本特务。我警告你不要胡来，别再惹什么祸端了。我就知道有人想吓唬周小姐。早就出去了。哦，我从小就喜欢鸽子，这不带它出来透透气儿。雇屋は手がかりがあるに違いない。もう一回行け。雇屋に行く。
当家的呀，我这就给你弄去。行动已经开始启动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我已经拿到医美行动的路线图，上级指示。不许你欺负周小姐！何者だ？何をしている？范生，我先回来。终于摔到他，摔到。周小姐不会有事吧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，快走。
上级知道你丢了这个东西，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吧。成就，但两个孩子，你只能带走一个。 秋田，你就是个魔鬼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你现在可以选择了，给你10秒钟，否则把他们全部杀掉。 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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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曼丽。 你给秋田的那条图纸呢？我把重要课讲出来，爸妈恨不得离家。你年轻的时候，对我最可怜。曼丽，你立了大功啊！喂，克鲁斯呢？ 终于来了！不好，秋田要跑！
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父さんがすぐに帰るよ。去哪里？我们去延安。延安？那是个什么地方？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。
一壶老酒饮不够，纱窗念愁，烟柳岸，黄昏雨，泪落米酒。一位美丽姑娘，她伫立窗口。江西风侧，有我在等候。